干净的。对他们没有。我看你这回又是软化了一股一头一头的，人家不影响听力啊。嗯。不可我说我们可能不就是剩下一个一说话我听不见。你心里怎么那么大一个肺？对，这个应该是人家说多积累的。对，这最少的五六年以上嘛。哦。一般时间短了形成不这样。那家伙儿这儿油慢那些活儿什么的，耳朵聋不？你牙变翘着听。我给你看，这又一块。嗯。哦。这吃一块，这又一块。哦，这还是。嗯。都满了。嗯。要不家这个母的，嗯，白毛的，不是，它不是得白呢，也挺要的呢。底下你看着，看着叫。装修了。对，我装修了。先套上了吧。外边好像还有一个人，你吃哈。第一，还有啥人呀？还有一个，外边还有一个，这个大姨这个马上都整好了。等十多分钟了。嗯。行。你要没处坐，你就在车上坐会儿。行行。我要不就干什么钱儿的来吧。行，你提前给我打微信哈。行。等十多分钟了好吧。实在是一会儿再来。别说儿子，是不是这儿有啥事？嗯，全都耳朵，他们全耳朵多少有毛病，那做的保养。